卤鸭肠豆腐，猪脚煎豆腐鸡蛋。四十年的卤味老字号的盛记卤饭粥，你们吃过了吗？威仪是在浦中的鼎盛22美食中心里面的一个档口，这位老板是阿顺哥啦。老板的潮州卤味是独具特色的一种传统美食，它以独特的调味卤汁和精选的食材为特点，而且哦，深爱很多人的喜欢呢。如果你真的是不太会选的话，老板娘会为你介绍哦。每天八点，早上八点热卖。星期三我们休息啊。这里的潮州卤味提供了很多种的食材的选择，包括有猪耳朵、猪大肠、豆腐、猪手、卤鸡、卤鸭等等。这些食材经过老板的卤汁的浸泡和煮制，使其入味鲜嫩，口感更加的丰富哦。重点是老板的猪大肠是有精心的处理，喜欢吃卤猪大肠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放100颗星啦，完全是不会让你踩雷的哦。这里吃卤味你可以搭配饭或者是粥，我个人喜欢吃粥啦，因为可以在口感上带来丰富的层次感，尤其是粥的柔软与卤味的嚼劲的相结合，带给我丰富的口感的体验。这里的猪耳朵的味道非常的好，鲜嫩而有嚼劲，不会死咸的。还有哦，你们一定不能错过猪掌肉的那个部位啦，咬上去一口能够感受到肉质的紧实和弹性，真的会让你回味无穷哦。谢谢你老板娘，相信大多数的本地人一定是有吃过的，而且还是会回头再吃的。如果你还没有试过，一定要试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